画面中，殡仪馆前一群黑衣人你一拳我一拳相互殴打，场面闹哄哄。还有人从远方听到争吵声加入战局，众人打成一团。有要求道歉的事情，但是我实际情形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都在叫他下跪了哈。我有听到下跪两个字。到后面的时候就说不要不要不要。会引爆全武行，原来是这名死者尤先生是一名水电工。前几天因为帮忙亲戚查看屋顶漏水，意外从三楼坠楼身亡。尤先生家属18号在桃园举办公祭时，死者家属觉得这位亲戚礼数不够，要求对方下跪，反被打了一顿。一旁亲友也一窝蜂冲上前，场面相当火爆。警方事后依聚众斗殴等罪嫌，将动手的6人移送法办。